久之前，92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宣布与模特出身的新官安妮莱斯利史密斯订婚，两人相差26岁。女方曾当过模特、唱作歌手和牧师，现在依然有自己的事业。虽然财富积累不如默多克，但也算是位富婆。默多克和史密斯是在酒庄活动里认识的。女方虽然66岁了，但和92岁的默多克站在一起，还是显得年轻漂亮。两人还穿着泳装去海边度假，挥手牵着手漫步沙滩。两人的关系看起来浪漫又亲密，完全想象不到这竟是一段夕阳恋。宣布订婚时，默多克相当激动，直言我好紧张，我无可救药地陷入了埃及。我知道这会是最后一次，最好是这样，我很开心。虽然大家对于默多克说的这话持怀疑态度，毕竟默多克距离第四次婚姻瓦解还不到一年就又宣布订婚了，但大部分人还是纷纷送上了祝福。没想到默多克这次订婚不到一个月就又和史密斯解除了婚约，这速度确实有点太快了。默多克也被网友评价是生命不息，恋爱不止，甚至有人羡慕他有精力又有钱，有资本在爱情里不断玩着分分合合。而对于默多克取消订婚的原因众说纷纭，有两种说法比较被网友认可。一种是认为默多克全支付给前妻定价分手费，所以对再婚仪式也变得谨慎了，最终导致了分手。默多克有过4段婚姻，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位普通的店铺销售员，这段婚姻结束时默多克还没有很出名，所以也不涉及太多的财产分割。然而默多克在娶了第二任妻子与自己小时九岁的弟弟阿妈后，事业开始突飞猛进，也跻身大咖的行列。在1999年默多克和安娜离婚时，女方直接分走了默多克10亿美元的资产，堪称世纪离婚，这让默多克元气大伤。对于之后婚姻的财产问题也十分小心。默多克的第3段婚姻娶的是邓文迪，相信有婚前财产公证等条款的存在。在两人离婚时，邓文迪几乎是净身出户的，只获得了2套房产。而邓文迪如今仍生活得相对招摇，也是因为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拼命生下2个女儿，靠着2个女儿获得的幸福提升了一些生活品质。2016年，84岁的默多克与59岁的模特女演员杰利库尔的第4段婚姻也就维持了6年，两人在去年8月离婚。有知情人透露，库尔的分手费约为3亿美元和2栋房子。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不是个小数目，但对于坐拥172亿美元资产的超级富豪默多克来说，这不算什么。如今默多克已经92岁高龄了，脸上、身上的皮肤下垂严重。试想，如果没有高额分手费做保障，又有多少比他年轻的女性愿意投入他的怀抱呢？如果有，那一定是真爱了。当然，对于默多克取消订婚，还有另一种说法，由自称是默多克和史密斯共同好友的人透露，这两年在一起之后，女方虽不在意默多克有过多少前任，但对于他因为和默多克交往，这一直被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的状态倍感困惑，觉得难以应付，所以提出了分手。这时史密斯也已经有66岁了，到了可以退休享受生活的日子了。如果总是被曝光、被媒体打扰，确实会不舒服。但不管是哪种原因，92岁的默多克又恢复了单身，而未来他是否会再次恋爱、结婚，也让我们继续吃瓜吧。说不定他可以创造一个记录呢。本文由独家书影视作者德飞原创，未经作者授权引进，任何其他平台号不得转载本文，违者追究法律责任。欢迎各位订阅独家书影视，感谢大家支持。